本期视频带来 ，X 吃的与羊皮再度撞车，异地恋的加入能否改写之前的战绩？假车库遭遇之战，包围与反包围，最终谁能取得胜利？不愧是 X 召唤之术，哪里有空投的存在，哪里就有 X。M 城马路假车库 ，X 发起空投行动，敌人分工明确，野马在山顶位置架住楼顶，一波三倍扫射将敌人从房顶驱赶。与此同时，锤哥驾驶空弹往假车库另外一侧铺开枪线，形成三角包围。那怎么踢？来，我去就那个位置。OK OK， 准备封烟。来，野马咱俩撞厨房喽。战略位置已经部署到位 ，X 使用两人一组抓单策略，对敌方最为薄弱的单人路进行突破。而在这个空投行动中 ，X 获得的信息便是厨房楼只有一人。锤哥率先翻进小房间，吸引一波敌方的火力，反手又翻了出来，躲开了手雷轰炸。这一招欲擒故纵，让厨房楼单人显得无可奈何，同时要面对两人，最终还是成为了突破口。霎时间 ，X 发起第二波攻势。其他人数优势的情况下，加上无需再惧怕对方的枪线 ，X 打得轻松了许多。一休抢占高点，锤哥一颗土豆雷再次打开突破，一休也当仁不让，最终路人小队始于空投，也终于空投。他二楼肯定要救了，二楼肯定救起来了，死了！转身瞬间，一辆路特斯映入眼中。然后对面上坡来了一辆车，而这辆路特斯正是来自 A 阳泼皮异地利小队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X 刚好结束了这边的战斗，羊皮弟错失了劝架机会，但这并不能打消羊皮弟的战斗意识。随后展开排兵布阵，泼皮来到山坡另外一侧，将假车库的视野一览无遗。异地利来到炮楼，八 VG A 达直指 X， 然而视野之下显得很是空旷安静，除了散起的烟雾，还有一个空弹缓缓驶出。X 这是在干嘛？事实上 ，X。已经做到心中有数，因为这一招正是刚刚他们对路人小队使用的策略，熟悉的套路，显得 X 也没那么紧张。哦，老样子，反炮不知道留言没？倘若坐以待毙，他局局将会与路人小队无差。X 第一时间做出回应，小泽驾驶空弹，率先查探敌情。炮楼是已经确认有人，只需确认反炮的情况，再做出战斗部署。不出所料，反炮确实有人。小泽调转方向往山顶驶去，使其炮楼敌人没那么轻易安生。不愧是曾经的队友，想到一块去了。后面也是来到山顶位置，两人来了一波面基勾留，很是默契的，你回你家，我回我家。事实上，波皮的离开是因为看到了不止一个空弹。紧随小泽的步伐，锤哥也乘上空弹，与小泽一同前行。你方唱罢，我方登场。得知 X 的举动，伊利利也毫不示弱，然而却没能接上二号队友。他想留在炮楼架枪。伊利利驾驶路特斯与锤哥来了一波位置互换，但锤哥身边可是有着小泽，两边的博弈就在这里形成分水岭。锤哥也不知所望，成功将炮楼落单，敌人拿下。兵败如山倒，伊利利虽然与锤哥互换了位置，但同时也是将自己置身于危险地带。此时的伊利利何尝不是跟炮楼队友一样落单了？他进厨房楼了，徐总。走了，你们直接压过去打就行了。等一下要封烟，有人架枪的，走，徐总，走。我刚才给你架一层了，我操！我们去帮他了。好了，楼上有。走走走，我给他丢个闪，然后咱们进。我给他丢个闪。有雷，丢。没看出来。那几个？那边就一个，这边就一个，就一个。我来帮你，我打个药。OK， 我马上到，我直接贴那里。哦，你个大猴子！别接贴啊，看情况。接贴，停！扫他。哦，你灭队了，没事。